一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，双手画太极，双手画太极。而且这画太极之后啊，上面的是拳头，拳头，左手是撑掌，撑掌，然后脚要记得做提膝。好，之后第四个动作往下扎，往下扎，没错，哇，很厉害哦。那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哦。好，记起来，非常有力气的。一，你不要这样。你不要这样，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，双手画太极，双手画太极，非常用力的往下扎，往下扎，没错，哇，帮自己拍拍手，越做越棒了。那功夫哥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动作要做的是弓步撩掌。